今天教大家一个手法的魔术，你回去跟妈妈说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开车很守法，对，遵守法则。我呢，我变魔术也很守法哦。对，好，所以要教大家怎么热身，做热身操一下。过来看一些小朋友变到魔术，喂，老师，我的手不能动了，抽筋，有没有？放手机给我。来喽，我们先从国小版本好了。哦，如果国小都做不好，你就不会毕业哦。右手比七，左手比五。七五。对，七五。好，再倒过去，五七，七五。哎，可以吗？五七，缩三指，搓三指。好，我们再快哦，五七，七五，五七，七五，七五七。好，停。哎，七五加。OK， 好。及格，大家好操作。国小升上去变什么？高中。哎，跳级了，高中。有没有哥哥姐姐在国中的？有啊，好，你说国中，右手比七，左手一样比五。国中比较难哦，它变过去的时候交换，左手变成七，右手变成四。来，倒数，变三，变二，变一。好，再看。倒数。有人掉两把枪跑出来，不饿，来再看，五、蹦四，再快，蹦三，对，这样三好，还是这样三 ，OK， 也是这样子，蹦二，蹦一，老师已经慢慢了，蹦，老师我慢，慢慢一点，我也是慢慢一点的哈，再来哦，更快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蹦 ，OK， 国中再往上升级的话，进化的话。高中来了，我最喜欢玩猜拳了。来，但是那时候没有对手，所以我那时候跟自己玩。那你知道哆啦 A 梦最怕跟谁猜拳吗？大雄。不，海绵宝宝，还有骗人布。哦不，没关系，我赢哆啦 A 梦了。那小巴鲁夫，快看，我赢哆啦 A 梦了，是骗人布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玩，右手赢左手猜拳。右手先出剪刀好了，左手先出布还是梳它？好，等一下右手左手，好，所以右手剪刀，左手布，好，剪刀。那石头的话，左手要变成剪刀，对，来梳它，剪不动。好，那接下来布的话，石头。哦，对，玩赢三盖，右手赢哦。不要说，老师我会，简单，三盖不同的在时候不同。拳法，剪刀，石头，二步，好，再走，剪刀，慢慢试一下，石头，二石头，步 ，OK， 好了，来，越来越快了，剪刀，石头，步，剪刀，石头，步，剪刀，石头，剪刀，石头，步，大家有跟得了吗？变不了。来，回去一样，慢慢练，慢慢，好，赢了，好，又赢了。好，又赢了，所以就是剪刀石头布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就是往上升到大学了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跳，没关系。来，大学的话不一样。我在研究。我赢了全班85连胜，就是赢所有人哦，猜拳哦。那再加几个人就100连胜，85。再加你全班15位，100连胜就靠这次了。哆啦 A 梦拳，来天珠拳哦。哎，怎么玩？端午怎么玩？剪刀石头可以哦。剪刀是这样子，石头是这样子，好，动火朝天，布是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布嘛，好，来了，剪刀石头布哦，来你自己玩一下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出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呢？跟谁猜？我出布。石头。石头。布。知道。布，很辛苦的布，来你猜一下。好，不是布，来互相猜一下。剪刀石头。要熟练一点，剪刀石头布好玩。然后我跟你玩。好，来了，好，来，跟我们一起说，哆啦 A 梦拳之剪刀石头布哦，来喽，我还没说过哦，来，一起说，哆啦 A 梦拳之剪刀石头布，一人赢了全班十位，太过分，哎，怎么会？好，又赢了全班同学了，嘿，你怎么有布？好。
继续，刚刚有出剪刀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人要玩蟹老板拳，哦，蟹老板他没有石头跟布，他只能这样玩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来哦，蟹老板拳之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很聪明，因为他知道全班都出剪刀，我也出石头，赢他，就他都不出我，赢我了。好，各位。好，我们再玩钢铁人拳，因为他已经出布了。来，钢铁是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用英文念，这叫什么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 那这样呢？这叫 WiFi。哎，连网络咯，可以上网咯 ，WiFi。剪刀石头布，扭到。来，上网。剪刀石头布，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出布的乖乖出布的话，我要出变剪刀，但是有人会变成石头赢我。保护什么呢？好，随便出了，来，钢铁人拳之剪刀石头布，什么？越来越聪明了，有人要玩回哆啦 A 梦拳了。好，出了，来，最后一四右手举起来，一四右手，二四左手，三四双手合掌，四四张开双手。好，一，二，三，三四，一五四二。四一，然后等一下老师会乱念。三，对，然后你就死定了。四，没有四。一三一四，一生一世，我爱你。好了，对对，一，三七七呀。二，三，四，三，四，三四三四三四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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